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你歌传情，为你心动。大家好，我是徐丽。每一段旋律都有一段情，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大家好，我是乐童。欢迎大家光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华情》的演播现场，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到底有哪些选手走到了我们的舞台上呢？请看大屏幕。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南，我是王帅，我来自澳大利亚的西南，我来自中国的东北，我们是帅江南组合。来到中国之后，我就认识了东北那嘎达从农村来的小伙子王帅，成了一个东北洋媳妇。我这个洋媳妇啊，第一次进破家门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就是总是闹笑话。但是现在的我就是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小日子过得没滋味儿的，都是因为我有一对特别疼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总是用他们的方式默默地包容我，照顾我，让我感觉我在中国也有一个家。有请帅江南组合。哎呀，你好，你好江南，你好帅，请坐。你们俩这衣服，这是情侣装，而且是这个东北的这个大背面儿，大背面的这个花布。把我爷爷家那个被罩拿下来改的。对，我们就讲究不要浪费嘛，讲究不要浪费。中国话说的不错，还行吧，还行吧。嗯，然后你来中国多少年了？七年了。七年了。对，都怪他。都怪他。你原来是澳大利亚的。嗯，你刚才小片里说你家里是澳大利亚的农场主。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西南有一个农场，然后爸爸是农场主人。我们农场是75,000亩地，对吗？对，我每次都记不住这个数字。75,000亩地。我脑子已经换算不过来了，观众朋友去想吧。我家在东北，我家就3亩地。你家就3亩地。对。然后那我们的农场还比他们整个一个农村的地都大，是不是？你一家农场，就你们家那3亩地是人家的一个边边角角，洗脚的地方。你来自东北农村对吗？对对对。然后你就嫁给这个东北农村小伙了是吗？是的，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就普通话连不好啊，就背带沟里去了。背带沟里了？都带怎么带沟里了？东北话的你会说呀？哎呦，东北话说的杠杠的。杠杠的啊。必须的。必须的。那你在公公婆婆家待过吗？是的，是的，就是以前是经常回东北，然后第一次去，真不太适应，就是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我发现他们的屋子那么小啊，就他们整个一个家就没有我们客厅一样的，我感觉我在这儿待一个星期是可以的，但是。多待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会烦太对。当时最不适应的是什么？除了房子小之外还有呢？然后就是东北冷嘛，而且他们是在外头上厕所。我在外头上厕所就是冻屁股，进屋上炕就是烫屁股。我第一次我真不知道炕是啥呀。王帅也给我解释过，我完全不懂。然后我们在那儿就过年吃饭，我坐在那儿，他们很客气让我坐最里边，就是最热的地方，但是我也不懂。然后我看大家都很开心的坐在那儿聊天啊，喝酒啊，我就不出声，然后就稍微感觉有一点暖和呗，然后就稍微挪一下，再挪一下，挪来挪过去，就是炕太烫了，对，屁股都变红了，气泡了，烫起泡了，你都不，我太怪了，不是，这姑娘也太实诚了。
然后让你坐在最暖和的地方，你就不好意思挪开了。你看，把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太实诚了。你说你这次来唱歌要给公公婆婆，是的，对不对？公公婆婆对你这媳妇儿是不是特疼啊？是的，就是，怎么个疼法啊？他们看我爱吃什么，他们肯定会给我准备什么。哦，然后我特别喜欢他们做的糖三角。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像有一点像馒头似的，但是里面是装馅儿，核桃仁儿的馅儿。我每次都会吃好几个，然后他们看我这么喜欢，每次都会给我做。嗯，然后也就是有一次，应该是因为通过录节目，我才知道，嗯，这个核桃仁儿的原来是从山上摘过来的野核桃。野核桃。嗯。听他们说这个椰核桃已经很少，够做一次糖三角他们得去摘两天。你后来知道这个做的特别难哈？是，因为你喜欢吃，所以做给你吃。每一次都会给我吃。主要是温暖的心，让你觉得在中国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家。不仅是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而且是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家。你由衷的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种温情。是，我觉得谁都会喜欢，谁都会喜欢。所以你今天要由衷的为你的公公婆婆唱一首歌，对吧？我看他们也这么辛苦照顾我们，我希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然后让他们知道，东北已经变成了我的家，因为他们。好的，帅江南，中华情心动舞台，现在请你们走过去，来。
帅江南，哎呀妈呀，五回手吧，六六六，就你俩老齐了那个动作，真的。现在你既然把东北文化已经吃得这么透彻了，那就大秧歌儿。哎呀，本来想一边唱一边打秧歌，但是还是单独跳吧。不想跟他跳，对，嫌弃我，因为作为东北人不会唱人转，不会浪秧歌，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没关系，来，我给你准备了手绢啊，来，我们先来个基础的吧。这还，哦呦，还分基础的。最近在家练了一个那个新招，今天给大家新招来，先来个基础的。我觉得今天特别开心，请了二位。我觉得老公呢，也是作为陪衬一阵的旁边，就如这大花袄一样哈，特别好。希望两位能够永远这么幸福下去，好不好？来，我们谢谢谢谢，站在我们的心形光柱内，为贤儿歌，为你心动，心动通道，请开启。谢谢谢谢。恭喜帅江南，来，我标虎得送给你个礼物。好了，掌声送给帅江南，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来。我是苏乐亚齐齐格，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每天吃着手扒肉，喝着醇香的奶茶。我现在是凉城县乌兰牧齐的一名独唱演员。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唱歌，但是我一直是一名翻唱歌手，直到遇到了他，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人。他为我付出很多，也放弃了很多。他不但是我音乐道路上的导师，也是我生活中的伴侣。今天我想为他唱首歌。欢迎齐齐格。你好你好，来请坐。你刚才说到你作为一个歌唱演员，在很多年以前你一直就是一个翻唱歌手，等于就没有自己的作品，对吗？没有，因为真的很多年以前呢，我因为家庭的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开始走南闯北，一直是一个翻唱歌手。你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你今天要感谢他，也是你的伴侣，当然我们知道这肯定是你的先生，你今天要为他唱一首歌。他改变了你什么？因为刚才我也说我一直是一名翻唱歌手嘛，对，所以一直真的还没有什么任何的目标，直到我生活中出现了这一个人。他给你指明了什么方向？他也是搞音乐的吗？不是，他是一名医生。医生？对。当时他跟我说，他认识我的时候，他说你这样一直做翻唱歌手不会有太大的前途。那当然。那他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他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那他又为你放弃了很多，这又怎么讲？实际上我的爱人他在内蒙古的医学界上，实际上他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他的手术刀是很厉害的。当然了，他当时也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嘛，因为艺术也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呢，他说我想支持你，我把院长的身份放下，我去做一名校医，这样可以支持我，可以照顾孩子。万一一个男人把自己的事业放下，这个决定很勇敢啊。是，而且也真的是因为对你真的是有爱，你的先生为你应该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而且是无怨无悔，对不对？ 对。今天先生来了吗？来了，在那边。你站起来嘛，让大家看一下。您好，主持人好，
现场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您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支持您的媳妇儿在舞台上发光，对您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吗？实际我也是想非常感谢她的。为什么？因为从她的身上，也是通过她替我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我从小特别喜欢音乐，但是由于呢自己小时候啊有一个得过一次急性肝炎，就把一个学习音乐的机会呢就丧失了，所以我特别的感谢我的夫人，通过她实现了我自己的音乐梦想，感谢夫人。明白了，好的，谢谢您，请坐。齐齐格，事实上您是一个人在台上唱，我们有一句流行词叫什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好像这个歌声不是你一个人在唱一样的。对对，好吧，今天你是要借这个舞台来表达你对先生对你全心全意无怨无悔的一个支持的由衷的感谢。 对， 对，好，中华情心动舞台就在这儿，请您过去。
欢迎奇迹哥，谢谢。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骗你，我每天晚上回家，我就听见楼底都在放你的歌，是吧？真的，说明这个歌现在真是红了。今天奇迹哥来到我们的这个中华行的舞台，不止刚有这个啊，还带了专业的舞蹈，人家毕竟是蒙古族嘛，对不对？对。来，那我们掌声欢迎奇迹哥，给我们表演一段舞蹈，好不好？好，谢谢。来。我觉得今天的舞台上其实个表现非常精彩，来，谢谢，给你拉个表，来。我觉得幸福就在前方，感谢我的爱人，感谢所有的支持我的老乡粉丝朋友们，还有在座所有的朋友们，祝你们爱情甜蜜，幸福安康，谢谢你们，谢谢，希望大家给我多多投票，谢谢你们，谢谢奇迹哥。来，请站在我们的星星观众内，为谁而歌，为你心动，心动通道请开启。如果你喜欢奇迹哥的表演，请为他投票。恭喜奇迹哥获得了81%的观众的支持，恭喜你获得由碧桂园森林城市提供的心动大奖，谢谢，谢谢，谢谢，来装好啊！我觉得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是非常的艰辛的，但是你收获了爱情，所以祝福你。好的，好的，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希望下次还能看到，好吗？谢谢你，谢谢奇迹哥，谢谢，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行者孙，看我老孙72变，出来4个一样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大，我叫蒋云龙。大家好，我是老二，我叫蒋云笑。大家好，我想先说，我是老四，我叫蒋云林。大家好，我是老三，我叫蒋云灿。妈妈说他小，我得让着他。我们今年10岁了，我们什么都会。我会跳拉丁，我会写书法，还会孙悟空72变，还会相声，我还会说快板。我们步调一致，我们是快乐的四胞胎。为谁而歌？为你心动，中华情，听我唱。请大家掌声欢迎四胞胎。你好，主持人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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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妈妈好。来，给妈妈腾个地儿，坐过来，坐过来。你是老几？老四。你？老三。你？老二。你？不猜都知道了吧？我智商太低了。来，是这样，阿姨跟你们做个游戏，我仔细认一下啊。好，你们换个地儿，换一下，换一下。好了，可以了。你是老三？不对。那就是老二，对，就对了。那我刚才记错，我记了他一个物字，老二，老大，老二，这俩算了，我放弃，我放弃。是按一二三四来排的，还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没跟阿姨玩点高智商啊？他们心肠好。我跟他们玩不过，他们说他们照顾我。那你们说，你们哥四个在一块儿，最好玩的是什么？最不好玩的是什么？最好玩的是，最好玩的是别人分不出我们，最不好玩的是别人分出了我们。刚才阿姨没有分出你们，是不是特得意？对。居然还要说，想都想得出来，还嘲笑阿姨。哎，当然阿姨智商真的是不够。
我问一下妈妈，打小他们四个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对对，压力特别大。他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老大3斤，老二3斤6两，老三3斤4两，老四3斤2两。然后在都在保育箱里待了好长时间，待了36天。36天，那出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呀？挨个出来的时候已经5斤多了，每个都5斤多了，每个要5斤多才能出来，才能从医院出来。这样子，早上吃面得出多少啊？妈妈一下下多少面呢？下一大锅，真的，一大锅。对，妈妈，那个他们四个人实在是带起来蛮辛苦的哈。对，那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得到过什么帮助吗？有，他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我们那个衡阳同乡会，在深圳的同乡会那个会长，侯会长，就给我们送来那个慰问金，送来了10000块给我们，给四胞胎做那个买尿布啊，买这些东西啊。同乡会的。对对对，送钱来了。还有他们长这么大，真的好多好心人帮助我们，不然我们真的很难过的。还有他们学习啊，那个实验工学幼儿园，还有向武小学，他们那个学校的老师都对他们特别的好，学习方面个个都对他们挺好的，所以我很感谢他们。是吧？对，还有他们的才艺老师，对他们也挺好的，他每学一门都挺快，老师对他们特别的好。是吧？你们见到的人对你们都特别好是吗？好的，那你们今天到这儿来又为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唱歌。爱小虎队的那个爱。唱给谁听？帮助过我们的人。所有吗？对，所有帮助过你们的人，对吗？对。那好吧，中华情心动舞台就在那儿，你们四个人走过去好不好？走。来，好。
你们有没有排过一个什么组合的名称？小白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这个叫 J4， 蒋四是吧？对对，蒋四，你叫蒋四也行。我们给四个孩子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的中华情欢迎到的就是 J4， 我们是 J4。哎，你怎么这么慢半拍呢？跟徐阿姨聊天也说了好多才艺，对不对？所以今天是有一个四个人一起的拉丁舞表演，对不对？那就咱们来操练一下。好，来，掌声送给我们的 J4。啊，所以转回去得必须转回来台里，是不是？得这样。别转了，别晕了，主持人呢？刚跟徐老师说还带来了快板，是不是？赶快吧，给大家表演一下。高高兴兴走上台，打起竹板唱起来，唱啊！我在这里先说话，我的排行是老大，我们四个一个妈，别人都叫我二当家，拉丁舞跳得好，都说我老三是个宝，四兄弟不好找，他们当中我最小，我们是同父同母同爹同妈同侄出生的四胞胎。我觉得妈妈肯定每天都能看到这样开心的画面啊，特别开心今天四个兄弟来到中华情的舞台。那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现场240位的心动观察员了，来，请我们的 J4 站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好不好？好，来，为谁而歌，为你心动，心动通道请开启，如果你喜欢 J4 请投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请帮我们投票，谢谢，谢谢大家。不想投，哇，开心不开心？哇，开不开心？谢谢大家，来来来，谢谢，来拿着我们的心动奖品，特别开心啊！92的观众支持我们的四个大活宝。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为我们投票，谢谢，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四胞胎，谢谢，来这边。我叫杨志丽，祖籍广东梅州，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做生意11年，妹妹也在法国工作，哥哥在深圳，海外打拼不易，我们一家已经17年没能团聚了。在我们工作生活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妈妈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一个一句外语都不懂的中国农村老太太，竟然在8年的时间里，独自一人飞行了10万公里，往返亚、非、欧三大洲帮我们照顾孩子，尽着一个中国母亲独特的责任。17年的牵挂，一家五口天各一方。妈妈用她的爱和勇敢创造了奇迹。为谁而歌，为你心动，中华情听我唱。欢迎杨志丽。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你刚才在小片里已经说了，你来这儿是要为你妈妈唱首歌。对，对吧？刚才小片里说到了，你妈妈是一个农村老太太。对啊，但是经常坐着飞机到欧洲啊，到非洲啊，就这么飞来飞去的。对，其实是这样子。2008年的时候，我正好怀孕，当时的情况是我在阿尔及利亚做贸易，然后先生工作也比较忙，顾不上照顾我。在国外的话，这个生活饮食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我妈妈一着急的话，就赶快，也顾不上其他的情况，赶快就自己一个人坐上飞机过来看我了。然后你妈。农村老太太，对，自己一个人，对，她原来在这出过远门吗？她从来没坐过飞机，所以第一次过来看我的时候，也等于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当时的情况的话，其实，
因为是第一次坐飞机，对于这个坐飞机如何安检，如何办理这个登机卡，对他都一点都不熟悉。嗯。然后到了多哈了以后，因为到阿尔及利亚的话是要在多哈转机的，那个机场特别的大。对。一般人的话到了那的话都很容易转的那个晕头转向，他就拿着一张飞机就是那个登机证，然后看着像是工作人员就过去问路，哎。那个比手画脚的，人家基本上看着他拿着飞机票也知道该咋办，然后就这么一路问的晕头转向的过来了。过到了阿尔及利亚以后，又发现那个入境卡全都是那个阿拉伯语、法语，一个字也看不懂，那也只好找一个面向的工作人员来帮忙。再过了几年之后，在法国的这个妹妹也是正好怀孕了，所以她又不得不从阿尔及利亚自己一个人坐上了飞机过飞去看我的妹妹，又飞到法国。对对对，哎呦，所以就经常的在这三个大洲之间穿梭了。她不是不懂外语吗？对，确实是一个字儿都不懂，刚去的时候一个字母都看不懂。这里其实有个小笑话哈，我妈妈都60多岁了，当时也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对呀、啊，那咋办？老老实实的坐在那个教室里面学习嘛，他就去上课。对，他去上课，第一次考试老老实实的得了一个0分，然后嘛，他想着没办法呀，必须得学。虽然说小时候学习也是属于那种就特不老实的那种，60多岁了，一个农村老太太吧，还得再继续在教室里边坐个2-3个小时，然后老老实实的学。再后来吧，第二次考试他得了17分。嗯，这17分是来源于他的听力考试，因为他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了有2-3年了嘛，经常去菜市场里边经常就是跟人比手画脚的，比得多了吧，也听着人家在说，他能够把这些数字 un, deux, trois, quatre 这个是法语的，这记下来了，最起码数字能听懂。那这个法语考试里边其中的听力题就是考电话号码的，他听出了几个数字。再到了第三次考试，是个听力，是个口语题。口语的话，他因为肢体语言比较好，当时那个面试的那个考官对他印象也特别深刻。那个考试出来的话，那个考试官就拍着我妹妹的这肩膀说 ：“C'est fini, c'est très bien。”就是说，考试结束了，你的妈妈非常的棒。这其实。语言是一个部分，其实我从你的描述当中，我觉得你妈妈的性格是不是特别让你佩服？她是，我觉得她是非常勇敢、非常坚韧的一个人。嗯，对，其实您看看镜头上，我妈都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我是觉得我妈妈特别的不容易，她从来没为自己活过，反正嘛，哪里需要她，她上哪去。妈妈，您能上来吗？妈妈，来，我们让大家来认识认识。这位坚定乐观的勇敢的妈妈，来，您好，来来来，请坐，来来啊，您儿子来一块坐着，来来，妈妈您坐这儿，您坐着没事，嗯，谢谢，请坐请坐。嗯，我太佩服您了，您这一路上哈，从这个亚洲飞到非洲，然后从非洲飞到这个欧洲，这一路上您真的从来就没怕过吗？说起来也是有点怕，怕呢，但是我呢看着孩子，这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办呢？需要的地方还是要去，怕也要去，要扛着要坚持下去。他们也很不容易，在外面坚持工作，陌生的地方，每个人都隔天一方，是吗？我就觉得自己再忙再怎么怕，都要为孩子打出一个一把天下的，怎么样去走出一条路？再怎么怕，为了孩子，也要打出一方天下，走出一条路。对，真棒哎，你这妈妈，嗯，有这么一个妈妈多好，有这么一个家多好，好吧？您今天是要唱歌给妈妈听的啊？对，好的。现在中华情心动舞台，请您走上去来。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谢谢谢谢杨智丽，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觉得这个歌词真的每一句都唱到了你的心里。我觉得在中华情的舞台，应该时时刻刻团聚着，所以我们再次用掌声把你的家人请上我们的舞台，好不好？好的。好，有请有请杨智丽的家人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很久没有这样团聚了，是不是？我们已经整整17年没有一家五口团聚了。这一次本来是想通过中华庆这个舞台能够实现这个团聚，是，但是很可惜我的妹妹。你的妹妹这次没有来。对对，签证还是迟了一天。虽然说小女儿没有机会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小女儿在法国给你们录了一个祝福的视频，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团圆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看看小女儿。爸爸妈妈、哥哥、阿喜、大哥你好，大家好。我非常希望能参加访谈节目，但是工作太忙，我现在还在办公室。然后签证，给小孩子的签证过程中有诸多的麻烦，不能按时到访谈现场的，非常的遗憾。但是我人不在，心在。大家访谈开心，玩得开心。再见，拜拜。哇，看完了这个视频，我觉得我要问一下妈妈，你觉得小女儿没来遗憾吗？遗憾。肯定的，我都怎么说？我特别能高兴，我特别能懂你的心情。我高兴有今天的机会，那么好，给我家一个大团聚，好几年没有团聚了。没有妈妈，我觉得先不要伤心，不要难过。真的，我觉得生活，你看你说什么？奶奶不要哭了。我觉得生活永远。惊喜都存在。其实小女儿在签证的时候，法国的签证官被你们的故事打动了，在最后20秒同意了签证。所以说小女儿今天来到了我们舞台上，带着她两个混血的宝宝，完全没有想到，是不是？团聚在我们中华情的舞台。我觉得这个时间一定要留给他们。17年是一个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体会的时间和数字。如果你被他的歌声和故事撼动，那请投下你们宝贵的一票。
为谁而歌，为你心动，心动通道开启，请投票。都不如十七年的再次团聚，是不是？谢谢智利，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聚一下。其实以前我不懂过年的意义，我觉得过年就是吃的好喝的好，其实长大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其实过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团圆，团圆是件多幸福的事啊。我是杨祖桃，一个土生土长的苗族姑娘，从小生长在贵州锦屏县的山脚下，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山窝窝，可以说我是山养大的女儿。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淳朴，时间也可以变得很慢很慢。现在我走出了这个大山，好像融入了城市的紧张的生活，但是站在繁华的街道上，我还是最想念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还有这里的一个人。今天我带着遗憾，要给我最爱的人唱首歌。掌声请出杨祖桃。好漂亮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是给我的吗？对，这是我们苗家的吉祥带，噜噜噜噜，咪西西的哦。哦，谢谢。哎呀，好看吗？非常感谢。刚才你说那两句是苗语吗？对。说的什么？就是吉祥平安。吉祥平安。对。噜噜噜噜，咪西西的。噜噜噜噜，咪西西的。咪西西的。我怎么听着像外语了？真好。你刚才说来到这儿，要为一个你特别亲的人唱一首歌。对。他是谁？她是我最爱的外婆。外婆姥姥。 对外婆啊。为啥呀？因为我小的时候算是一个留守儿童吧，两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出去广州打工，然后就一直寄宿在外婆家，是外婆把我带大的。外婆带大的。对。你外婆对你的养育的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深的是什么呀？因为家里面那回很穷，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出去打工，我就跑到我们家后山上，很高，可以看到他们一直沿着那个路走下去，我就到那里到上面去看，看着我爸爸妈妈走下去就放声的哭了。其实我外婆知道的，她懂我，她就拿着那个饭拿到山上，她就唱了一首歌曲，就在那个山，很高的山，也是待会我要唱的那首歌，叫《苗岭飞歌》。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因为那回还小，我只觉得这边唱了，然后那边就回应过来，山，因为大山嘛，这边唱那边是有回音的。他就说你看那边对门也有人在唱，哎，他就在分散我的那种不开心。那一次真的记忆非常犹新。就是姥姥努力的去抚平，因为你父母常年在外带给你作为一个孩子感情上的创伤。那外婆那个除了教你唱歌之外还教你什么呀？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一定要嘱咐我，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要走出山窝窝，要走出大山。那你外婆鼓励你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对对。那你什么时候才走出大山？她生病的时候，那会病得很严重，当时我也是以贵大的全山民，然后代表我们贵大来参加比赛。回去的时候，我姐姐才跟我说外婆不在了，就是那几天。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上天好像跟我在开了一个玩笑。所以今天非常的遗憾，就是他们，我相信在天上应该能看到吧，
我觉得非常遗憾，我觉得来姑娘站起来，中华情心动舞台为你打开，来走过去唱给外婆听。谢谢祖桃，谢谢，辛苦了，谢谢谢谢。也给主持人你们带来了吉祥带。哎呀妈呀，你看你来就来，还带礼物，真是的。噜噜噜噜 ，Missy C 的。哦，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大家肯定要少不了啊，是吧？哎呀，太懂观众们的心情了。你这个劲儿，我就让搭档来帮你扔两个，对对对。来，请祖桃和他的搭档站到我们的新型观众内来接受大家的投票，看看今天祖桃的故事和他的歌声能不能打动你呢？来，我们的为神哥为你心动，心动通道，请开启。感觉大家按得好快啊！来看看祖桃的支持率有多少呢？好。恭喜祖桃，来83%的支持率，谢谢，同时你今天也有礼物拿，谢谢中华
想有着许多话想说给你听，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只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上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上天都